算是一个最难的决定，往往是最好的决定。让懂你的人爱你，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，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，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。让懂你的人爱你，别舍不得过去，只会两颗心。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，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活。